这个杨金兰不得回来了，前几天还给他草原上面，受不了，他不得了。 养金妈妈，随时再回老家。好久不见了。
前面请了大帅一个人，大概在罗马。
就是他有其他的，他不只是这个，他还有其他生意的。
点。还是拍下这个吧，西岛的拍的还不是很多。这灯，这灯有点暗吧，光线不是很好，光线不好。Thank you.